编号59338，圈口53.7，最载处48.1，条宽12.6，厚6.2。这是一只落种的带翠的贵妃镯，这只贵妃镯的颜色给我们的感觉是厚实低调，属于就是适合年长一点的戴，它上手的效果是很显气质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只手镯有哪些不完美的地方，在这只手镯上就是说它形成的结晶颗粒有的地方稍微有点粗，但是肉质感整体还是偏细腻，在这一个地方它有一些黑色的矿物质，但是相搭起来它不会有很突兀，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些矿物质。然后在滤青我们看一下，滤青的这个地方它也有一些黑色的矿物质延伸到外圈，但不会影响手镯的佩戴，在这一些地方也有一些黑色的矿物质，但整只手镯的上手效果是非常的低调有内涵，就上手效果也是很极佳的。